看看谁叼这个球。盯住这球，对方这个场球其实挺危险，冒着犯规的这个风险。33号是李丹阳。国家队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，本来呢后卫想用头球回点给自己的门将，这个想法没错，长的处理方式，但是他回点的一角度拉得太开，另外呢力量稍微有点大。哎呀，他离得守门太近了，而且一般后卫尽可能的往边上顶一点，不要冲着球门去顶。其实对整体来讲，对中国女足这种技战术配合的一种磨合，或者说一个演练吧，其实都很重要。其实最后的进球未必是我们想就是唯一追求，对，唯一追求的一个。这种球门将多里斯拿的还是不错。好球，这球让得非常漂亮。这是中国龙之队的球迷助威团派球迷去，是的。但是像龙之队这样的官方球迷组织呢，就能派上到现场。哎，这球好球，抢到了点。点找得非常好。嗯，这又是薛娇从左路的传中。啊，薛娇这个球也相对来讲有点高了。嗯，如果再速度再稍微快一点，然后再平一点，会对进攻方而言会更加有利。嗯，还是前场的逼抢了，你看又来抢过来了。嗯，这个情况和第一场的上场挺像。嗯，第一场上场国家队基本上都不说过半场，他出他这个防守三区都难。那说明我们在前场逼抢的还是比较凶的，而且相对来讲让对方很难去第一时间观察去出球。对，好球，边路连续突破两个人，雪糕脚传，角球，球到后点，门将拖了一下，打出来，再传球，这个球太靠近门口了。王曼如果把自己的位置稍微调整调整，可能还会是件好事，因为他这个身高在中场。咱开玩笑讲，中场后腰那个位置有点浪费，但是中后卫呢，他又特别有优势，有身高的这种优势。对，这是国家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射门。身后两杀，他传球的时候距离禁区太远了，他的边线附近。刚才在外围想打远射，应该又是薛娇吧？那球也是距离太远，不好发力。刚突然受伤，可能跟刚才在争顶的时候，不是被腿带到了后脑，对，袁贵新在抢的时候，哎，好球，停球转身，这是膝盖给顺方向，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就在于队友朱亚莎这个时候离得还稍微有点远，是。好球！哎，是吧？利用队友的靠边啊，把面前的两个防守球员一下带开，这一切都没有问题。再把球扣回来之后呢，左脚其实有一个传中的机会，就是传后点的机会。上场的球迷热情还是挺高的，我看布鲁诺·比尼在场边把羽绒服扣得严严实实的，应该还挺凉的。是的，因为江南这些虽然到了春天吧，但是一旦下雨，阴雨天气还非常的这个体感温度非常低。是的，而且它这个确实很冷，它是那种就阴冷的感觉，对，阴冷的感觉，钻在骨头缝那种冷。这个看台上的姑娘肯定是嘉兴当地人，对，浙江当地人，这种北方姑娘过去还敢穿裙子？是的。好球，的，这球进得漂亮，怎么摆脱？对方就身体上挤上来，最后慢慢的就把这个优势抢过来。然后克里斯蒂娜，因为现在克罗地亚队非常明显，他们打这个4-5-1，而且在前场是没有任何的逼抢的这种意识，他就是收回来打这种密集防守。那对于我们来讲，就要更快，要多打那种2-1。好球，打五环，有点慢。直接在外围打门，孙七和赵莹莹还在场。唐英可能换下了13号唐红月。对，唐英是也是打后腰的。这是一个对位的一个换人。对位的换人。好球，这是上场的时机不错，没有犯规。这就是传球稍晚一点之后，你都没时间再传出来，然后防守一合上，都没有时间传。而且从这短短的几分钟来看，
克罗地亚队这个防守好像也出现了这个不同的布置，他的这个防线可能也靠前了一些，不像在上半时的时候他的防线比较靠后。这个球要是走防可能就是个单刀防满了，但是看你跟前场防着。嗯，哎，上场比赛正上场，哎，好球，哎，这是个机会，再传这球，他其实可以自己打门，嗯，但是他想给到这个远端的这个远的这个球员，可能没有意识到他要给，哎，是啊，嗯，可能也以为他直接射门了，是，需要马亚。什么？打门球进了，漂亮！杨丽应该是，我们看是不是杨丽啊？是杨丽，还真是跟上场比赛几乎是一样的啊！杨丽替补杨珊珊登，王珊珊登场之后呢，也破门了。上场比赛王珊珊替补登场之后也有破门。他捕捉这个射门的机会还是能力比这个珊珊要强一些。啊，漂亮！这球塞得好。而且这个球张睿在他旁边啊，嗯，先开始靠近他，然后又开始往远端拉，一下就把那个中锋位给带过来了，很重要。嗯，这个反击的质量打得还比较高的，但是如果是在这个遇到外加的这种暴力的这种冲击的话，就有可能造成撕裂，是就是比较严重的那种，对，比较严重，这样韧带容易撕裂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挺麻烦的一事儿。后点，哎呦，危险啊，危险啊！虽然咱们队员跟着，但是并没有完全跟上，让对方这个八号。就是肖玉仪给晚了，给晚了，反正还在抢。这段时间克罗地亚的队员情绪稍微有些激动，中国队员一呢要调高自己的对抗等级，免得受伤。这就到前点，有机会，哎呦，稍微偏了一点，这个球运气差了一些。前点，前点，还真是杨曼，有意识发了一个前点。球的力度不太好打，如果轻了的话，长传可能效果更好一些。嗯，好球，啊，被传中，传中，停，打门，哎呦，这个球对方门将扑得漂亮，这个不太好，再充分发力了。但是呢，任贵新已经做得很不错。是，哎，抢射一下，你没有时间再去抡腿发力。对，而且没有这时间去再做更多的这种调理力的动作。对，这球也是门将跟后卫之间呢，出现的不是太好，还是这个八号马亚，和他们门将多了一次之前。点击蛋糕。嗯，看看有人受伤了，你具体都有人受伤。五球突破，传。倒在地上的克罗地亚队员并没有起来，作为主裁判顾春寒吹哨中断了比赛，去看看什么情况。你看，这是跟自个儿的门将撞在这块吧？还跟自己门将撞在这块？对，门将也在出击。嗯，就这样。看这球，有危险了！危险！就是在那对方扳回一分。怎么讲？让中队们高兴高兴，同时呢，也是他们这次远道而来到中国的一个收获。咱们还是最后关头，这个禁区内这次防守出现了疏忽。嗯，上半场比赛结束，上半场第二场友谊赛，中队是2-1战胜了客战。两场比赛呢，中队打进了4个球，在刚才最后一秒的时候丢了一个。我们看看这个球，混战。